我们台湾原住民所属的南岛民族是怎么来的，时间点在哪里，空间在哪里，真的是台湾给了一个世界好大的礼物。我们身为原住民的该怎么办？难道就永远变成考古之下的原住民吗？九月二十五号起，每周六晚上十点，泽清邀请您收看《杂乱见识南岛》，透过知识来游历南岛，看见台湾。